们是新入门的弟子，这位叫柳梦梨，他叫做、我叫怀叔，来清华两年，今年19岁，敢问柳姑娘年方几何，家住哪里，平时喜欢做什么？我该怎么称呼公子啊？他叫天河。天河，好好听的名字呀、啊！啊，清华的是狗眼看人低啊！哎，你问问我呀。那敢问姑娘？棒棒的头啊！停停停停，让我先安顿好他们再说。掌门吩咐了，这三个人需两个人一间房。两个人一间房。只有来清华5年以上的弟子才有资格两人一间，凭什么他们刚来就独居一室？掌门不公！谁敢说掌门不公？掌门，这位是玄烨师姐。师姐啊，还。我看这么多人怕你，我还以为你是掌门呢。你们只是进了山门而已，弟子大会之后才正式入门，现在不必叫我师姐。师姐，要开弟子大会了吗？适才宗主通知，明日辰时，全派上下在琼华宫召开弟子大会。我进琼华这么久，都少见掌门真容，居然要为他们三个开弟子大会。怎么，还想说掌门不公吗？若再敢在背后妄议掌门，恐怕连琼华都住不得。弟子知错了。怀心，师姐，这位公子暂且跟你住一屋吧。是。两位姑娘，随我来。